得啦，开咗啦。又又出机啦，出演出啦，很好听啊！各位家人们啦，我是富贵贵，又同大家见面啦。哎呀，近排实在太忙啦，所以咧几日冇上平台做直播啊？点解？因为我忙住搬屋啦。哎呀，忙到踢晒脚啊！嗱，讲翻我间屋咧，唔系响闹市中心，但系胜在有一个私家后山，你睇，嗱，我而家所处呢个位置咧，就系我哋小区业主独享嘅美丽靠山啦。喂，老公啊，嗰啲家人啊，问坐响私家靠山有咩好处？哎呀，好处就多啦。嗱，你早上咧可以喺后山度晨跑，饭后之后咧又喺度散步。仲有啊，嗱，你哋想食蘑菇啊嘛？一般咧城市食蘑菇系咪要攞钱买啊？喺我哋后山又唔使啊。现采现摘，绝对新鲜免费啊！喂，老公啊，嗰啲家人咧问，如果嗰啲蘑菇有毒点办啊？吓，哎呀，你放心啦。我采蘑菇绝对冇毒。嗱，你同阿细佬咧就慢慢参观，我斟杯茶过你哋啊吓。好好好，随便参观，随便参观。哎呀，间屋有几大喎？阿彩哥，通风都几好。可以话，可以话。空气唔错，唔错。舒服，舒服。哎，买到咁远啊，空气啊，梗系好啦，山卡拉嚟噶嘛。如果俾着我。我梗係喺市區買間細啊，我都唔行咁遠買咁間大啦，係嘛？咁話又唔係咁講嘅，舅仔。嗱，我哋兩公婆做嘢又好自由嘅，係咪？買遠啲住遠啲冇所謂啦。呢度山清水秀，物價又低，哇幾啱我哋兩公婆河車啊，係咪啊？係啊係啊。去地鐵站啊，坐摩托車都要20分鐘，開車過嚟啊，路費都要30蚊，係咪先？啊，如果有朋友約啊，就話：哎，我住得遠啊，唔方便出去。哇，咁樣樣咧，一個月落嚟你都慳唔少錢喎，姐夫。其實咁樣樣呢種生活係幾啱你嘅，不過咁樣樣好容易中伴親嚟嘅喎。哎呀，舅仔，講笑揾第二樣啦，係嘛？就算俾你住喺市區又點啫？啊，大家各有各忙，神龍見首唔見你，嚇、啊、有幾可見面啦、啊？喂，住喺我呢度唔同喎、啊。嗱、啊，外母，你節假日咧，你過嚟度假，哇，吸收新鮮空氣，最緊要係。幫自己洗下肺啊！啊啱，嚟飲茶，睇兒啦嘛，嚟外母舅仔，嗱呢個就我同阿秋香後生摘嘅蘑菇，喂，俾你市場買嗰啲係咪好正好新鮮啊？阿貴啊，我咧聽人哋講話啲蘑菇咧唔可以亂咁摘噶，一唔小心咧摘到嗰啲毒蘑菇就病啦。心啦，邊啲蘑菇有毒，邊啲蘑菇冇毒，我係分得一清二楚噶。咁你話俾我聽呢只係咩菇啊？呢只啊，呢只咪百靈菇嘛。百靈菇啊？我睇落唔多似喎，系咩？唔似似嗱，老婆，你睇睇系咪系咪？你查查佢房间 check 到底呢只系咪白灵菇？阿姐夫啊，你唔系咁天真，以为所有白色嘅蘑菇冇毒系嘛？我啊，睇新闻有一种菇咧叫百毒散，哇，好毒噶！人哋话咧食少少都攞你命啊！咩佢讲得咁得人惊嘅？你唔系啊？喂，老公啊！我查咗啦，唔系白灵菇啊，唔系白灵菇，咁系咩菇啊？唔知喎，未开饭，借翻嚟啲凳，因为坐得舒服啲啊。嚟，新鲜滚热辣嘅蘑菇汤嚟啦！哎呀，嗱，保证你食到舐舐嚟。系啊，舅仔啊，你平时咁多嘢讲啊，嚟饮多啲蘑菇汤。阿贵啊，你真系确定啲蘑菇汤饮得？系啊，万一饮死人，你填命啊！哎呀，舅仔，你哋把口真系要攞啲蘑菇汤攞下啦，真系大家一家人，我做咩毒死你哋啊？系嘛？系啊系啊！呢啲蘑菇汤我绝对保证唔系百毒散。
啊，唔係咧，即使唔係百毒散啊，咁都唔可以代表佢完全安全係冇毒噶嘛。唉，咪啦。我咧都系诶食鸡啦，系你我专讲你自己饮饱佢吓。咁啊，不如咁啲蘑菇汤就唔好饮啦，好嘛？连你都唔信我啊？吓？好，我有个方法可以治到个蘑菇。锤条银手链过嚟，锤。要条链做咩啊？锤啦你，讲你咁多嘢。嗱，银手链系可以试毒嘅。如果抌落喺汤里边，银手链变色。就證明湯有毒。如果銀手鏈冇色，冇變色，證明冇毒。係啊係啊，我睇啲宮鬥劇裏邊又係咁噶，啲人咧攞啲銀針嚟試毒，蘑菇湯都得。就係常識嚟嘅。咁啊嗱一聲擺落去試下啦。如果萬一係嘛變咗色嘅話，咁咪唔飲咪係啦。嗱，我話冇毒就冇毒啦。誒咁嗱嗱聲抌落去啦。真係要抌啊？抌。抌啦，梗系抌啦！诶，咁啊，嗱声抌啦！唉，嗱，睇到啊，睇到啊，吓，嗱，冇变色啊嘛，吓，啊，带翻带翻，饮啦，真系冇啊，做咩啊？仲唔信我啊？吓，好好，你唔好后悔，我饮头啖汤啊，我饮先，傻闹闹啊，真系。哇，好鲜，好鲜，好甜啊！好鲜啊！哎，老公，你唔好点啊！老公啊，你点啊？喂，打幺二零啊，打幺二零啊！打！哎呀，死人啊，死人啊！哎，老公，你醒咗啦！哎呀，你醒咗好啦，冇事啦，冇事啦！哎呀，我哋两公婆系咪食咗毒蘑菇？双双毒发身亡，上咗天堂啊！别啊，老婆，对你唔住啊！我哋连送终嘅仔都未生，就已经命丧毒蘑菇啦！哎呀，老公啊，你冇事啊？你而家喺医院，我哋咧送咗你嚟医院洗胃。医生话你食咗嗰只叫蘑菇散菇，系世界上毒性最强嘅蘑菇之一啦。醒来了是吧？医生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幸好抢救及时，你再来晚一点呢，可能就没有命了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野外的蘑菇呢，它不能随便摘，更加不能随便吃，是吧？这么简单的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？啊！医生啊，我食之前呢，系攞个银手链试过毒噶。哎呀，这个银链跟蘑菇一起煮呢，液体变色啊，确实能够证明这个蘑菇它有毒。但是它不变色呢，也不能证明这个蘑菇没有毒啊，是吧？但这个银器它不是这个试毒的神器啊，比如说这个鹅膏毒素啊，它就跟银器就不能发生颜色的反应嘛。但是鹅膏毒素它的这个致死率是非常高的。点知你呢今次执翻人命真系好彩啦！多谢医生。外母同阿舅仔咧，佢哋唔系食咗毒蘑菇，双双毒发身亡啊嘛！哎呀，哎呀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啊！哎呀，老仔对你唔住啊！哎呀，唔系，行咩先得噶？我有事行开下厕所啫，你喺度咒我哋死啊！老母，你同阿舅仔等正话系咪去洗胃啊？吓，好明显咧，啲来历不明嘅蘑菇就唔食得。我哋咧个个都冇电，得你一个人食咋？